我。味道不错。上视频。火锅饭看起来还不错哎。哎，那我自己来。火锅饭完成，火锅底料完美进入每一粒米饭，看着就让人食欲不振。来尝一尝，闻起来还挺香的，味道嘛。辛辣中带着米饭的芳香，火底料落到完美的锅饭里，味道倒是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咸。爱吃辣的人应该挺喜欢吃这种饭的，只不过多去几次肛肠科医院吧。我的屁股啊！准备一些酸奶，倒入锅中，开小火，慢慢搅拌，分离出乳清，继续搅拌翻炒。加入适量黄油调味，煮好放入模具定型，等待凝固。酸奶白奶豆腐制作完成，开始试吃。难吃啊！它的味道真的很像那种酸奶的臭豆腐，太难吃了。酸酸的奶豆腐加上甜甜奶茶，以后就像播放出了一种神奇的滋味，细沙般的口感加上酸甜的滋味，实在是绝了！完奶豆腐还是配奶茶，牛逼！明天就是腊八节了，今天教大家腊八粥和腊八蒜的制作方法：准85克糯米，25克黑米，15克红豆，10克花生，10克莲子，15克薏仁，10克桂圆干，10克核桃，一朵婴儿洗净备用。倒入750毫升水，开始煮。第一次煮饭时间过去后，加入银耳、枸杞和冰糖。等待的过程中，我们来制作腊八蒜。准备切紫皮大蒜，因为紫皮的口感会更加脆爽。剥皮，处理好的大蒜洗净晾干，去头。放入盆里，加盐腌制。500克的大蒜按比例加入5克的食盐，放入一个无油无水的瓶子中，接着加醋。500克的蒜准备400克的全素或者米醋，加入白糖煮沸。趁热倒入瓶中，抹格大蒜即可，最后密封，等待变绿就好啦。这时我们的腊八粥也做好了，寒冬腊月迎腊八，喜气洋洋过春节，祝大家点赞暴富，评论变美，嘻嘻。家人们，天冷了，你们的保暖装备凑齐了吗？今天给大家测评某西西销量前5的帽子。第一款，棕色小心儿宝典帽，这是一款轻量材质的帽子，抹上去的感觉像速度70慢的时候把手伸出窗外，想借的模特戴上不错，而我光亮带来的这一坨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哪里像熊了？简直就是一个人形米天高啊喂！最关键的是，它都遮不住我的发际线。保暖性倒还不错，后脑勺和头顶都十分温暖，也没有很闷热的感觉。只不过我的发际线会不会越冻越厚？第二款。Red 熊妹可爱们，磨起来的话比上一个好一些，大概是90麦的手感，就是感觉有点紧。不好意思，戴反了，我感觉我现在就是一个人形黑色熊猫，倒是没有这么瘦的熊猫。保暖性还 OK， 只是别人戴就是美丽可爱，我戴就是人形熊猫，差距啊。第三款紫色针织连体帽，手感的话差评才40麦。哎，这边居然有个帽檐的设计，戴上以后肯定特别帅。我是谁？我在哪？我在干嘛？密封性还不错，但是卖家为什么说戴这个帽子就是优雅典范？优雅吗？
还要感恩妈妈，感恩我妈妈把我养育长大，然后才能戴上这个帽子。嗯，第四款粉色加绒防寒帽，这个厚度，这个质感，绝对能让你在冬天温暖如春。不仅如此，还有一个口罩式的保暖装置，以方便脱下的魔术贴。但是戴上以后，出乎意料的暖和，而且也隔绝了大部分寒风，甚至你可以去买戴护目镜的版本，简直是脚踏车之必备神器，厉害！就是这外观，把你们的评价打在公屏上。最后一款退休大爷同款鸭舌帽，表面采用皮质的材料，里面有一层较薄的棉花，复古风满满，旁边装饰的绒毛居然可以翻下来保护耳朵。但是没有他的大爷，你们的脸真的不冷吗？不冷吗？我好冷。这个帽子的人体质感还不错，虽然卖家详细页里写着送这个帽子就是送出了一份温暖的孝心，但是我要是送我爸这个，他应该会让我知道什么是父爱如山体滑坡。大家好，我是收藏家阴怪。最近河南博物院的古董盲盒可谓风靡全网，但是每次都要抢，还要等10到20天，所以我很机智的去某鱼端了一波抢货秒发还保真，就是这两款大传说盒大传说二号。看着洛阳铲结实，按照说明先用水把这个浸湿，接着用洛阳铲把它铲开。哎，出货了，看下去是一个玉器。哇，金色传说，传说这是一只白玉蝉，它可是有大来头的。在汉代，那时候的王侯贵族和达官贵人认为人可以再重生一次，只要将这种白玉蝉放在死者的口中，就能得到重生，极其稀有。下一个，哎，这个应该是个青铜器。看这底座，绝对是个青铜杯子，不吃的话我把这个煮吃了。绝对是个青铜杯子，把这个煮吃了。虽然我猜错了，但这个铜像看上去就很贵，这满满的锈迹和沧桑感都是历史的沉淀啊。怎么又是不保铜款啊？难道只有隐藏款是真的古董吗？普通款都是大陆货？幸亏啊。